犯罪啦，我咧装像咧，你是咧看袂起来？你想要趁段跟我讲完呢？好啦，继续。有一个角 A 是85度，然后角 B 是2x+15，然后角 C 是 x-10，然后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，所以85再加上2x+15，再加上 x-10会等于180，然后3x+90就会等于180，把90移过去会变减90，所以180减90就会等于90，所以 x 就等于30。然后他问角 C 等于多少度，角 C 等于 x-10，然后 x 算出来是30，所以30带进去，角 C 就会等于20度。请问同学还有问题吗？没有，谢谢大家。